就是他一跳就有种那种抽的那种，就是拉开的那种。我不敢踩，我不敢踩，对，就是那种不敢跳。这个不跳就老给压，一压那里抽。Thank you.
其实我们其实他爸的说白了，他爸其实也看得明白，就是给他视频，他也知道是手那个什么，他给他说说，就是理论什么之类的。其实因为教练，我觉得打得好的，完全我们能看出根本。好在了。生意人他们气质，我们办公室就朝南方，这个打的什么跟气氛一样，不好意思，我安利的，我给安利回去，安利朋友们就是什么。